主料，饺子皮一斤，葱、姜、蒜、盐、米酒、生抽、剥好的虾仁，把牛肉、猪肉以及调味放入料理机打成泥，洗好白菜，再用料理机打碎去掉多余水分备用，把上述食材合成饺子馅，准备好饺子皮，慢慢包吧。体验自己动手让皮和馅结合的过程，开水下锅，等饺子漂浮起来，再煮5到8分钟，三种肉味加之白菜的清爽，好吃看得见货，亲，快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